动。奇怪，怎么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笼罩在我的心上呢？等一下，门为什么打开了？等一下，为什么要关起了？等一下，不要再开，开开要关关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关关上它。前景提要：某一个灰鹦鹉（括号大概是灰达），因为听到可以跟洛可约会，兴高采烈的直接冲到洛可家楼下。我们应该是约明天的，但是因为现在。我们的灰鹦鹉就直接冲到洛可家楼下，打算直接把洛可括号娶回家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哦吼！我现在就要来去约会咯！可以把我放下吗？现在才几点？我在睡觉，你把我放下来！我们不是约明天吗？还有，你为什么把我公主抱？我跟你讲，萝莉就是要公主抱才行啊！啊！这里是哪里？我是谁啊？亲爱的灰达、啊、请问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我是上天堂了吗？你还记得你刚刚做了什么事情吗？啊，头，我刚刚好像有点太迫不及待，就直接去抱洛可去约会。政府势力要介入我，你什么话都说完了。我是神圣猫猫 GM， 您还记得你刚刚被 FBI 的警车撞的这一回事吗？灰达同学、啊、为了这样子的您，最近异世界正夯，我们呢、啊、可以直接让你在异世界展开新的人生。当然、啊、我们这边也有赠送保险以及愿望实现的服务。我们神圣猫咪叫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就一个、啊、真的吗？不是三个，就不能许说我要三个愿望之类的吗？最近异世界的经费不太够，都拿去拍动画了。我们女神都出差去了，现在你以为猫咪怎么会在这边呢、啊？啊，不是最近大受控很多吗？为什么要沉默啊？我本来想要吐槽你说哪有这么多受控，但最近想了一下，好像还蛮多人喜欢蓬松柔软的猫咪，我好像也不好说什么。你是真的会想要跟萝莉结婚吗？你是真的会想要跟我结婚吗？还是你只是说说而已？我自己觉得，虽然常常会说着你要跟萝莉结婚什么的，果然跟萝莉结婚还太早了。等到我变得更优秀，然后等到罗克长大之后，可是我没有想要跟你结婚呐、啊！啊！为什么下降了？为什么、啊？没有啊，不一定要结婚啊，只是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也可以的、啊，就是那种吃饭那种关系也可以的，可以每天都出来吃好吃的东西啊。那你会跟我一起吃全家炸鸡桶吗？会啦！怎么会这样的事？我明明很认真的，却出现了一大堆对。这都是观众在阻扰我。你觉得你的异世界第二人生过得如何呢？快乐吗？算了、这不重要，你不用跟我讲，我不想知道。好像也差不多该醒了。我最后有一个愿望，神啊，你可以帮我实现吗？请说。我想要看洛可猫站起来的样子。好可爱哟、哦！好可爱哟、哦！可是这样子，洛可在叫你了。谢谢。他跟我说你死定了。我有点重了，神。你下去，快！哇！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我只记得我被车撞。奇怪，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呢？我不是快快乐乐在约会着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还有刚刚那个在异世界的记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也有吗？有啊，我都还记得，包含你刚刚一直在看着我的那个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才没有呢！我才没有看着那种东西的。我相信这个地方你已经来过很多次了，对吧？确实啦、不是啊，不是这样的啦，才没有呢。虽然进来了，但是享受了一次约会，好像也血赚哎、欸。至少比起后面的那群，至少比他们好一点。奇怪，怎么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？等一下，门为什么打开了？等一下，为什么要关起了？开开要关关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聊天室关机啊！好险啊！又开起来了，为什么？Ta-da!